这个要打摆的时候，腰是这样走，这边要连，这边要连，啊，所以腿跟腰的关系要抓到，你不要光是用这样打，不要光是这样打，这样子你的骨盆就往后倾，啊，所以打出来腰一转，它拉到腿了，所以这个打出来是腰是这样走的。这边打过来了一百，你看腰是这样走的，有没有？腰是这样转的，啊，所以打出来一个卦，啊，卦打出来了，在这里，腰一转，就从这里打摆，腰再一转，你看腰往这边一转，再打卦，这样懂？要带上腰，所以身体是这个样子走的，身体是这样走的。你们都用这边在启动，第一个慢，腿重嘛，你要把它抬起来就慢啦，是不是？啊，要用身体去带它，啊，你这样打就不会打起来变成这样子变的，啊，去找，慢慢打去找。